我想知道被你深爱着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四年前你在西陵山出了一场车祸，那场车祸让你丧失了一部分记忆。你以为的巧合背后都是别人的精心策划。我和白云的婚事只是一场交易，我和你之间什么都不会变。我一直在等，等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你要跟白云结婚。我是故意的未婚妻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不只是他的秘书，还是他女朋友。秋静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？他是我朋友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为什么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非要得到，我爱上一个人我就要放弃呢？我相信你很清楚，你就是我的替身。你的好故意看不到，但有人可以珍惜。你现在这副低三下四的样子只会让我瞧不起。我们为什么会错过？一个欺骗我利用我的人没资格跟我谈承诺。该对上了。他是我跟苏念生的儿子。要是所有人都来认祖归宗，这儿估计就要坐不下了。他本来是把锋利的刀，可现在愚钝，公司不能交给他。项目泄露十万，所有的责任我会承担。万一哪一天他不在了，有多少人会站在你这边？故意是把钝了的刀，而我是他的磨刀石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孩子没了不正好合你们顾家的意吗？我知道你从来没想过小云，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一点都不顾吗？是我当年鬼迷心窍，我从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哥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，这美颜就拥在怀里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，我的心好疼。是嘉宾，我把